嘉兴，这是靖南大桥啊。哦，原来是这里啊。嗯，就在下面那里，看到没？哦哦，那里、啊。哦，对了。带你去坐一下看一下，走吧。不打坐了啊？要不然就不打坐了。对呀、啊，枫枫树还没有那么快，它晚上八点钟才开始。哦。我们现在可以玩一下。不知道啊，去看一下吧。啊！走吧。我感觉这里走不下去。你不会滑，等你滑滑会滑先，好吧？我们两个都不会。我们两个都是不会滑了，等一下不安全了。我们学会了再来。好了，去玩别的啊、哦嗯。看一下小灰灰他们玩鱼。他们在抓那个泥鳅。嗯。妈妈带你来玩一下。嗯、然后的话，现在。风风叔的到晚上八点钟才那个，我们接下来这里走一下这个河梯这里走一下，本来想划那个船的，你不会划，我也不会划，等下不安全，你看到没有？是啊，别人都是会划。对的。然后的话，我们再来玩一下，等一下就开始那个晚会活动了。妈妈，你看那个姐姐，她自己勾的那个划的那个。哦，人家会玩，我们不会玩。我想吃冰淇淋。走吧，去吧。好的。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快点！好嘞，好的好的，走吧。要问一下小红，啊，你问了吃不吃？不是，妈妈眼睛看不见。吃不吃冰淇淋？快点，吃冰淇淋吗？啊？不吃啊，我们说去划那个船不会划，要自己划，又没有人划。对，那你去。那个船是自己划的哦。是啊，不会。开那个艇的话就要。等一下，两个啊，不会划船的，等一下翻到掉到河里面去，好笑。那你不是有救生衣吗？救生衣的话也。哦，你不会游哦。会，就是。会一直害怕吗？但是这个天有点凉哦。哦，这个天有点凉。带衣服。走吧，你们两个真的确定？不吃冰淇淋。确定吗？确定不吃啊？对啊，这么乖气，两兄弟，确定不吃？真的吗？就不吃。对对对。等一下，你不要问我。就三个小。等一下，你不要问我。要不要？好的。他说嗯。冰淇淋要哪一种？我想要那个。他不走。一个油味的。你吃这个，你吃这个，我不吃。好，看一下他们。我们来早了。好玩没？你我不知道。哎，你看你看你。我不知道好不好玩，他们可以玩了这么久哦。哦，他们可以玩了几个小时了。小灰灰。我也去里面玩好没？他们来玩了几个小时。哎呀，你来那么早，我就不得跟你来两个，我拿点东西来。是吧？衣服也湿了，你看。我帮他们拿点东西上来先。先去。好吃的。哇，酸。我也捞一个吧。小雨。捞一个快。有面包。捞到泥鳅吗？还有面包哦。今天我们不知道说拿那个面包。要
说放你在家里，姐姐给我家里在家跟你。不说不来，不得的，看他家在家跟你。啊，那个不能。你拉不长，老姨们。哎呀，可以玩几个小时。老娘你。他们晚了给我消息呀、啊。有活鱼的好玩吧？这是啊。有活鱼的好玩。这是谁的？你看，这是人。是吗？嘿嘿嘿。慢点。我们坐哪里？等一下。那张桌子。我还玩着他。他还不知道，等一下。哎呀，自由活动了。来，东西，水果。哇，夜景好漂亮哦！刚才我们想去坐那个摩艇，一个小时600块。啊？一个中了600块，正常的啊。啊。去得上200块钱。一个小时600，我不坐了。哎呦，下雨啦！你就给咱没起饭了。很远。我自动的。哦，这些人全部回来了。